你为什么不拿着这个去找疯老爷子？你不仅仅可以只拿到钱，还能拿到你救世身世劫的证据，是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真的得病了吧。 有时候啊，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适当的给人留一点面子。好。怎么了？小五又告我状了，是吧？ 你为什么要把他给扔下？说实话，我不信任他，我怕他是警方的卧底。你们两个，谁都瞧不上谁。